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丁希。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彭老师您好。您好。彭老师，前两天我的同事啊告诉我一个喜讯呐、啊，终于脱离单身了，找了一个女朋友哈、那挺好的，美滋滋的，带着女朋友一块儿开车去郊游了。但是，出什么事儿了？猜。郊游的话，那无非是车趴在外边了。还想找一个浪漫地儿呢，结果那个车呀就陷在沙地里了。哎呦，我就想着小伙得多着急呀。帮助，拿锹挖一挖，这样那个车呢就能够离开沙地。嗯。你像我出去的时候，一般呢就不到这些地方去。那个车呢，遇到一些比较崎岖的路，颠一颠也不会陷进去，除非你把这摆摊。这个陷进去确实是很难出来的。所以我就替我这同事着急呀、啊，好不容易谈了个对象，别又吹了。那倒不一定，没准通过这件事，俩人的感情更深厚了呢。嗯，但是在野外遇到这样的情况，确实是挺吓人的哈。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发明项目呢很有意思，它呢是一款自救的工具，咱们赶紧啊去看一看。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栏目的编导小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山东省的威海市。听说啊，这里有一个发明人，发明了一个这个汽车脱困装置。那么他是怎么脱困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一，估计就这儿了。你好。哎。那请问您是那个刘华强吗？哎，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哎，你好。那个，我要发明栏目组小月。哦，你好。哎，你好，你好。听说您是搞了一个这个汽车脱困器是吗？啊，对对对对对。发明人刘华强。发明项目汽车脱困器。我叫刘华强，今年35岁，咱们山东威海文登人。啊，那个我这几年是做这个车库门、防盗门生意的。我个人有一个爱好，就是越野。当然我没有这个能力和装备，我就是通过网络或者电视看看他们去越野。然后我就发现呢，他们就是出去上沙漠里也好，上那偏远地区也好。就是那个车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容易陷车，啊，陷车，我就想那么，也有没有那么一种装置让车自己开出来，就是不用等待救援，哎，然后那个我就没事我就琢磨这个东西，因为我个人也爱好这个发明，啊，反正经过3-4个月的时间吧，我这个汽车脱困器，这个发明就是发明出来了。业余爱好越野的刘华强开始一门心思研究汽车脱困的发明，如果能够成功发明出一个快速便捷的汽车脱困方法，那么就能解决所有越野爱好者的这一困扰。带着这样的想法，刘华强几乎没日没夜的苦心琢磨，终于在经历过几次失败之后，刘华强的汽车脱困器成功问世。他开始用自己的汽车反复做试验，似乎解决汽车脱困的梦想越来越近。这怎么脱困啊？那个这个它的原理呢，就是首先这个我这有个套筒盘，它是安到这个轮毂上以后啊，轮毂啊，安到汽车的轮毂被螺丝嘛，把它安上以后，完了通过这发动机驱动轮毂转动的时候带动摆臂，摆臂然后带动这个拨片啊，摆片是可以调节这个长度的，长度如果感到这个泥的硬度不合适，咱们可以把它拉出来或者收回去，按照这个地面来调节啊。就是这样，车轮在转动的时候啊，这个摆片也随之转。当转到地面的时候，这个起到一个抓地的作用。这个拨片然后抓到地上，就可以把那个车轱辘从坑里把它就带出来了。发明人刘华强发明的汽车脱困器是由套筒盘、摆臂和拨片组成。当汽车被困时，将脱困器安装到汽车的轮毂上，发动机带动轮毂转动时，固定在轮毂上的套筒盘把发动机的扭力输出到摆臂的拨片上，拨片随轮胎转动，当转到陷坑地面时，超出轮胎半径的拨片就起到了强大的抓地作用，防止轮胎打滑，从而实现脱困目的。啊，就这些小东西啊，对对对对对，这我觉得这怎么看怎么不像能脱困的呀，这个那找场地然后您给我演示一下。行，然后我看看。行吗？行，我看有没有您说这么神奇。行啊，咱找个平地先试一下。行，好好好，好嘞好嘞好。
行，这搁哪儿试啊？这个行，咱搁那儿吧，咱搁那儿试行不行？好，行啊，那那土地是吧？啊，对，行，走走，试吧，行，行，哎，那到时候咱就拿你这车开呗，行，行吧，车试去，行，挖坑吧，是不是得先？嗯，咱得模拟一下那环境啊。行行行，行吧，挖坑，挖坑吧，我找锹哈，咱拿把锹去，来，哎。啊，我这值了。那够位置吗？啊，我这够了。我们的记者和发明人刘华强测量了汽车轮胎的间距，并在湿润的土地上挖出两个间距相同的坑，准备模拟测试。这么深呐？深点，陷里边，看看效果咋样？你觉得一会儿能出来吗？一会儿？你觉得？感觉应该没问题，感觉没问题是吗？啊，行，那就试试呗。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它这车被陷里边吧，说句实话，其实挺不好出来的。除非你有脚盘，没脚盘还真出不来。我跟你说，真的。那玩意儿那个脚盘，家用轿车一般也不好按，所以它也按不了，除非是越野车嘛。对。这是刘华强的汽车脱困器。第一次这样实际测试，眼看两个又大又深的坑出现在眼前，他的脱困器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吗？看了怎么样？看，那把尺子量量坑有多深？行行，那把尺子量了啊，好了，把尺子量了，看看这个深度，这看咋了？这坐下你这边，对，看多深啊？35、34厘米吧，差不多，不到33厘米。行吧，对吧？33厘米。那你说这么深的坑，你说你的车开进来，你说还能出来吗？应该没问题，咱试试。能出来，反正是不用脱困器，那肯定就别想了，肯定出不来。咱这个没有。我跟你说，你这推我会都费劲，推不出来，是不是？嗯、推都没戏，要不然咱试试。咱试试吧，你开进来试试。好嘞。行吧，我给你看着点，你就往坑里，往坑里开吧。开往坑里。对，往坑里开吧。我给你指挥一下啊。行。准备好了吗？好了是吧？来吧，走，啊走，走直着走。好，走，慢点，走，慢一点开，慢点，好，回轮，回正了，多了，好，走，好，掉下了啊！哎，掉下来了，进坑了。这咱要推，肯定是推不出来吧？那没门儿，没门儿。那腿都托底了，这个托底了吗？这托底了，前面托底了啊！前面托了，这都完全护底了。对，前面托底了。嗯，太深了，这轮悬空了。咱这坑80有点深了啊。行，我要往后倒试试吧，要不？对，你上去之后，然后你往前开一开，往后开一开。聊着天。行。然后我就往后退呢，我的妈呀，不行了，不行，基本上就干倒了。此时车轱辘已经彻底陷在坑里，轮胎表面裹上了一层厚厚的泥，无论刘华强怎么加油，轮胎也只是原地打滑。完了，咱推试试。推试试。行，还俩人来推把试试啊！来，一二三，几个大汉一起尝试将车推出。刘华强在车内继续踩油门助力，但车轮依然在坑里打转，汽车更是纹丝不动。看来这种传统的人力推车办法根本行不通。不行吧？不行，根本推不动。坑太深了。好，坑太深了。咱安上试试，安上。要不啊，您说安上您那个脱困器试试。对，行，那您安吧，安试试。行，反正推肯定推不出来了。那就推，看。对，您安试试吧，看能不能出来。出来。哦，这也不用换螺丝哈。这个不用换螺丝。那你这杆是根据什么这个距离，然后来测量的呀？这个根据这个泥土的软硬程度啊，软硬度。如果非常软，咱就把这拨片拨长一长、啊。那你这现在是算软还是算硬啊？这算是中等吧，也不算太软，也不算太硬。这算中等。中等。不算最长，也不算最短。行，就是中间吧，就是。对，咱试一下，看这车轮能不能抓出来。行，一个够吗？一个。行。啊，一个也能出来啊？啊，一个试试吧。试试吧，行。试试看怎么样？行，试试。安好了就哈。那试试。看看就行。
安装上脱困器后，汽车能顺利从坑中脱困而出吗？哎呀，行吗？行吗？还是不行？往前试试呢？往前开试试吧。这撞了，慢点啊！哎，能不能出来？哪儿不行？为什么出不来呢？你觉着？没想到，无论是前进档还是后退档，脱困器都没能将汽车成功推出。为什么出不来呢？感觉这东西摩擦力好像不够。摩擦力不够？摩擦力不够。什么意思呢？这是？这个抓地抓太小了吧？啊。哎，要不我给你试试，我是老司机。行，您可以试试。我都十年本了。您可以试试。我试试，我给你试试。行，不就换大档，然后比油吗？对，是吧？您试试吧。好，试试啊。您试一下。不行，不行。我觉得这车我可能弄不好。我先，那我把先挂上啊。行，你往前试试吧。不行。我们的记者前前后后尝试了几次，也没有任何效果。一旁的刘华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不行，真不行啊！不行。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呢？因为这个磨一是摩擦不够吧？啊。发动机的力量也不够。啊。这个摩擦力也不够。是吗？那你还有吗？是不是按两个呀？是不是能出来呀？还是按一个？按俩也没用啊。不是这事，试试吧，我看看吧。还有吗？再没这个不行，这个没有是吧？没有，您就一个是吗？对，啊、第一代做一个。上次我自己出来一会儿，这怎么又出不来了？是吗？那你说咱是不是坑挖的有点深啊？这个如果在野外的话，现车的话，很多这种情况是吧？对，咱这反正刚才试了推，肯定推不出来，肯定没戏，是吧？没戏，那怎么办？这个。我们改进一下吧，再改进，改进试试。再改进一下试试吧。反正刚才反正其实挺费劲的，这肯定是不行了。这个扭矩不行，这个。哦。这车轮转不起来。转不起来了是吧？转不起来。行吧。嗯。那你改一个吧。行，我试试吧。我弄好了我再过来。行，我改一改吧。行。第一次测试就失败的刘华强陷入了深思，他认为这次测试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受力面积小。摩擦力不足导致的，想要增加摩擦力，必须要增加受力面积。如何将摩擦力加到最大限度，成为了刘华强首要思考的问题。经过了近20天的改进，第二代汽车脱困器成功问世。那么这一次的脱困器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如何？能否成功帮助汽车脱困？哎，华强，哎，你好，你好，哎，你好，听说您是又改进了是吗？啊，对，又重新改进了。啊，哪个是你改进好的呀？这个是。哦，这个是吗？啊。哦。这和这个外观上好像是有点区别。对吧？区别不一样。啊，这俩哪变了？您给我说说吗？这个第一代跟第二代的不一样点就是，这个拨片。这一代那个哈。改了，对。哦，这是二代那个。改成这个。啊。啊，它一是。这个摩擦力增大了，因为这个面积增大了，面积大了，就感觉这个抓地力强了。对，然后再有一个，它的半径没有变，半径没有变，这样的话就是跟车的外轮是一样大，一样的了。这样电机可以，那个发动机可以驱动它，可以带动。就是第一次的，咱是安好之后出不来，还是出不来？出不来，这个出不来。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出不来呢？因为这个的话，你的拨片，加长以后，相当于车轮的半径增加了。半径增加太大了，那个咱们家用那个发动机它都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扭矩不够啊，扭矩不够，导致它就是转不动。转不动啊，就是非常尴尬，这个就没有失败了。这个可以是吧？啊，对，这个就是改，为什么这个能出来？因为它的半径没有增加，就是紧贴车轮的。紧贴车轮。因为它接触面积越大，摩擦力也就越大。另外呢，中间我给它加了一道角铁，这个东西也是用于增加摩擦力。摩擦力，这样我感觉脱困起来也比较容易。行，要不这么着，要不咱试试去。
可以可以，还是拿您的车，还是去那地儿。行，咱试试看这次能不能出来。行吧，行，试试去，好吧。好。哎，咱试试啊。行，试试看。那车呢？车还是那个车。哦，还是车。坑还是那坑。啊，是。车还在这坑里呢。对，完了出不来了。咱出不来了啊。这个看怎么样？等于合着你就这一直就没弄出来。哎呀，这不好出来。出不来了哈。看看用这二奶试试啊。看看怎么样？哦，这是两个现在是吧？对呀。啊。是我做了两个。啊，咱们一个轱辘一个。懂了。咱再试试看看。好。装吧。好。行。装啊。固定方式跟上一次不一样。哦。这次是固定到这个轮毂上。哦，嗯，好拆吗？还行，就一个螺丝就行。哦，好，嗯，行。哦，还行啊，挺好安的哈。您一个螺丝就成。哦，行了，安装快。嗯，好了。好嘞。好，那边还得安一个吧？那边有一个。好，咱们再把那边也安上。好，这也拿上来。行，还是新土呢。这么深呢？啊，这么深，哈哈，这么深，姐，这边是我挖的，这边。这边这坑是我挖的，你这故意的啊！这一次，左右两侧轮胎都安装了脱困器，成败在此一举。行了，行，那试试。好，来试试。来，这回你这一边一个，俩轱辘一边一个呀。嗯，这个效果肯定能比上次要好，是吧？你觉得这回行吗？啊，有信心是吧？行，好了，走着了。好，觉得能出来吗？这次能，我觉得我这次改进肯定能出来，是吧？肯定能出来。试试啊。行，咱试试。注意行动啊。好嘞，好嘞，好，走着了。好。再试试，我再试试啊！试试啊！太暴力了！可以啊！这一次，刘华强看上去自信满满，但前前后后试了几次，汽车并没有脱困出来，刘华强开始有些心急。同样的地点，同样的车，难道连续两次都要失败？想到这儿，刘华强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找到问题。查看了情况的他发现泥土过于湿软，于是加了一块木板之后再次尝试。这一次他能成功吗？行，行了，下来吧，看着还不错吧，你这个还行吧。刚才就加了一个那个小木板。对，基本上就出来了。对，这个可有可能挖的太深了吧。深了是吧？这回这个二代那个我觉得不错，那个这个还行，基本上一下就出来了。嗯，对吧？对，然后就是垫了一块那个垫了一块那小木板啊。正常的话应该不用垫那个东西，但是这次坑可能一是深点，再就太潮湿了。潮湿了，没办法，垫个木板。垫木板啊，正常应该不用垫这个东西。明白了，你被困的话啊，这环境啊还是比较复杂的。对，第一种就是你说咱这种泥地。对，那你说还有这种什么这个情况下，然后还能被困呢？再有可能啊，像沙地也是比较困扰，就是这个司机朋友的。你有时候陷到沙子里，沙地啊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很麻烦的一件事。那这边有没有沙地呀？在那边？有，咱们这离海边不太远。啊，要海边是吧？海边有沙滩。哦，那行啊，要不咱试试去？到沙滩试试去。沙滩试试。行吧，咱们还是那俩坑。行，到沙滩，然后你开进去，咱试试。行吧。行嘞。行，装着把铁锹什么的。行啊，走。测试的成功让刘华强重新获得自信，他带着脱困器驾车跟记者一同来到海边，准备接受难度更大的沙滩脱困测试。这个沙地好像挺软的啊，对，沙地比泥地还软，对，是不是？沙地暄泥地不一样。对，泥地还能可有抓地力啊，有那么点，是吧？沙地的话那太暄了，太暄了。如果抓不住，那就不行，肯定出不来了那个啊。行，没看过，真抓住。行，试试不行。
好了是吧？行，好，行，咱们跟那试试。这我这地子，这沙子好软啊！哇塞，太软了，手指头都杵进去了，你看多软。这沙子手指头都杵进去了，这沙子挺软啊。软行，挖吧，再试试吧，咱挖坑试。来，这我敲。好嘞，咱就一个敲啊。两个，俩是吧？行，挖吧。我那我挖了啊。哇，这好炫啊，这土。快一点啊！快一点是吧？行，没一会儿功夫，两个又大又深的沙坑展现在眼前。行吗？你这坑有多深了？你这个？我感觉有30公分了吧？30公分了？差不多。有了吧？差不多。30公分啊，那你觉得能出来吗？拿你那个脱困器试试吧。试试啊，应该能出来。行，试一试。主要这出不来怎么办呀？出不来就搁着了。这干啥？行吧，行啊，看见了吧，我一看着点啊。说着，刘华强就将汽车驶入了沙坑。这一次汽车还能成功脱困吗？汽车被困泥沙地无计可施，关键时刻如何脱困自救？小小脱困器帮你解决棘手问题，它究竟有着怎样的效果呢？敬请收看《我爱发明》脱困力士。不行，不行了，就干挠了，已经空转了，感觉不行了。是不行了，哎呀，这样都行，抓地了，托底了，对，托底了。那边呢？这个就出不来了。这边也出来了吧？出不来了，都托底了是吧？行，托底了。要不这么着，咱按着你那试试，来试试，按着你托困器试试。嗯，试试。这空转了啊！没用。行。好按吧，行，这沙子对按的没有影响吧？没有影响。行，这沙子不好弄是吗？一会儿我问您问题行吗？问您个问题行吗？行了是吧？那那边按上。行，那边按上。行，来试试那边。按上，都按上。安装的这会儿功夫，引来了不少围观的群众，他们对刘华强的汽车脱困器有着怎样的看法呢？哦，您知道这是干嘛使的吗？这个，这个车子卸沙地上，然后那个能把车子自动开，自动摊，车子自动。啊，您知道啊？能看明白是吧？嗯，对对对。啊，那您觉得它能出来吗？一会儿？我看看。啊，你看看，对，你看，您觉得它能？它往后倒，就是您感觉。它往后倒还是往前走？都可以。啊，您觉得呢？就凭您第一感觉，您觉得它能出来吗？一会儿？我感觉比较难，有难度。为什么呢？为什么有难度呢？你觉得？因为陷的比较深，我刚才看那个轱辘，完全就是在空转。空转，对。行，要不那咱就看看。有难度。是吧？有难度是吧？出来。啊，行。那个沈朋友，我问问你，那你觉得他能出来吗？一会儿。能。能出来是吗？为什么呀？啊。为什么呀？凭感觉。啊，凭感觉。行，那咱让他试试行吧。行，走着，你给油吧。走着啊。行。那边别在这个水身上。嗯。你是先往前开还是先往后开啊？往后倒试试啊，试试吧。走了哈，走吧。不行，往前试试呢。往前试试。行。哎呀妈呀！行。都完了，两边都完了，都完了。费劲，费劲是吧？出不来啊？是被卡死了吗？这个什么毛病啊？也跟想象的不一样啊！这个，那你看刚才咱是跟那个泥地上试哈，对呀，都没问题了啊。那为什么跟这儿试就不行了呢？这个抓地力还不如泥地呢。为什么呢？太打滑了。哦，是滑是吗？也滑有一部分，再加这个好像还是扭，关键还是扭矩不动。扭矩的问题。嗯，是吗？就不力了，发动机转不动。不行是吧？那怎么办呢？那个还得改，还得改，还得改。这个出不来。
行，出不来是吧？那就那回头改改呗，你这行是吧？咱再改改吧，这个不行，肯定不行。那车怎么办呀？那不行，过后看看吧。这还搁这儿了？搁这儿呗。车不要了，我您这真行，想想办法吧。先办法，再想办法吧。行，那走吧，那先回去吧。想想办法。行，这样走。唐老师，你看这脱困器啊，到了海边的沙地上就不行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沙地呢跟一般的泥地还是有差别的。在这儿呢，我们放了一堆沙子。这个沙子呢，其实这样的沙子它很像液体，你看到没有？它很松软，也没有规律，可以流动的。对。所以我们要让这个车呢能够通过它呢。如果是这样的轱辘，我们看一下，搁在这儿啊，这很困难呀，它很困难，就在这儿打滑了。对，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办法。我看他想的办法呢，就是在这个轮子上面呢加了一个这个能够抓住它的，抓住它的，伸出来的一个，伸出来的这么一个装置。其实我们在这儿也可以这么做。你像我把一些塑料片儿，咱们也伸出来一些啊，插在这儿。这时候放在沙地上的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轮子了，它就好比像一个耙子一样。像耙子一样。我在滚过去之前呢，我先用这个耙子耙一下地，把它耙平整了，然后我再过去，是吗？还不是这样，它很像在水里头，这个滑动的那个桨。哦。因为这个沙子它不是流动的，那我加上这个呢，它就可以。起到桨的作用。你看我给它这个车上都加上这样的片儿，我们再让它爬一个，你看看它爬的效果哦，是不是就好多了？所以它开始的设计呢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这车陷的比较深，它又只有这么一个耙子，所以我感觉它爬上这个沙子确实困难，这个劲道还是不够足。另外这个耙子的结构是不是也可以改一改？这样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一个片儿往那儿一插。它在形状上，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多想一想，可能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能够解决的。但是其实思路已经找到了，刚才彭老师说的特别好哈，就这个沙子跟水一样是具有流动性的。对。而我们现在其实模仿的是一个桨的原理。是这样的。只是这个桨。咱们要怎么给它丰富一下？对对，是吧？对。好，咱们一起去看看发明人对这台机器会做出哪些改变呢？回到家后，刘华强又开始尝试改进。既然是脱困器，就要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复杂路况。他认为这一次的失败与脱困器的抓地力不够有很大的关系。抓地力不够，与地面产生的摩擦力自然也就不足。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得考虑如何增加脱困器的抓地力。经过苦苦思考，刘华强发现，如果按照轮胎形状将脱困器改成弧形，这样增大扭矩后抓地力自然就很充足了。找到解决办法的刘华强很快就投入到了脱困器改进当中。功夫不负有心人，新一代脱困器诞生了。这天记者再次来到了刘华强家。听说是又改进了是吧？啊，对对对，现在哪变了？这回哪变了？行，咱看一下，看一下这个二代跟三代。哦，这是那二代啊。对对对。啊，这不是那一代吗？对对对对对。这个做的是第三代是吧？啊。这个改进首先从外形上看，它俩已经这是很不一样了，那肯定能看出来。很不一样，差结构感觉都变了是吧？啊，对对对，已经差的太大了。啊。啊，这个就是差在哪儿？一是这个原理上也变了。这个东西，这个二代它在这个泥地里出来感觉还可以，但是到沙地上以后，这个就坏了啊！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啊，就出不来了。它这个东西，它是随着车轮转以后，它是这样转，对，然后把这底下这一层沙子带走了，对，对，车轮越陷越深啊，出不来，越转越深，所以这个很出不来，失败了，出不来，对对对对，啊，这挺遗憾的啊，哎呀，所以说后来。改这一代的时候费了很大脑筋，也是突发灵感啊，出来想出来了这么个东西。这个它的原理跟它是不一样的，它这个它是从那个第三代，它是发力点是在这个车那个
车骨的中间中心开始用力，中心发力啊，也就是说同样大的驱动力，咱从这个就杠杆原理一样，在中心感觉力量非常大了，就能把车轮挺起来，然后它成一个线形的，一点一点到车轮，把车轮最后完全起来。那跟这个一我觉得有点像，这俩、啊、是不是？对，这个有点像，但是一就是直的一样啊，这一是直的，对对对，这就是圆的，这是弯的，弯的啊。它俩发力点不一样，这个发力点在就是这个头上刮地，对，所以说它这个半径非常大，对，这个半径就是非常小，小，所以说是这个比较省力啊，很小的力量就可以把车挺起来。哦，真的哈啊，咱们家用轿车一般的那个发动机的扭矩都不是很大，对啊，所以说如果是用这个第一代的话，就感觉。它的力量不够出不来、啊、这个就比较线性，从根开始发力、所以效果就比较不错。明白了啊，要不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试试。行，没问题啊，那咱就还是去那个沙地试试去。行，可以，行吧，可以，可以，先走，好嘞，走着，哎，走，走，好嘞。刘华强拿着自己新研发的脱困器，再次和记者来到了海边，准备将自己陷入沙坑的汽车救出。行，试试呗，我看车还在这儿呢啊。行，也没丢过车，我看啊。丢不了，这陷这里边谁能丢啊？行，找下扳手啊。行，扔个扳手来试试。好，车上。行，车上带着。好，没事。行，来试试。没事。好按吗？不行，这个安装也是一个螺丝。这也是一个螺丝就安上了。对，这一个螺丝。啊，这还挺方便的哈。对。这回这你觉得能出来吗？这肯定能行啊。为什么呢？这回我感觉这个原理应该没有问题。没问题是吧？嗯，那就试试，咱看看效果怎么样，就实际跟想象的是不是一样了。行，卸一个安一个。行，好了，来，好好来试试。那边那个安吗？行，那边也得安，连上是吧？安一个，来，行，把那边也安上。行，安上试试。嚯，我这边的坑挖这么深呢，每次都是我坑挖深啊，这是完全托底了，这轱辘根本没有附着力，那又被陷了一个。来了，郭老师，你先按着啊。罢了。啊，对，那等会沙滩上全是卸车的。啊，你好。啊，你好。您知道他干嘛呢吗？现在？不知道，我这看着他车陷在里面，陷里边了。对，是他的车现在就是被陷里边了。啊，对。然后他这是一个这个脱困器。哦。他自己能跑出来。不需要人推，然后也不需要东西拉。我觉得不可能出来。啊，你就出不来是吗？出不来。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把车要说陷的话，一般找拖车拖，就是推你也不好推。为什么呢？因为这沙子太软了。哦，那咱就看看。啊，好。行吧，看看它能不能出来。好。行吧，行了吗？好。行了是吧？行。试试吧。板搁上。行。啊，还用板是吧？对对对。里边放一个的是吗？一个支撑板。为什么要放板呢？因为它的这个面积宽啊，面积宽了之后啊，它这个支撑的力量就强，如果面积小就压到沙子里去了啊，这个就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明白了，行，那给它支上吧。行，来试试，来轻一轻吧。行吗？行，滑动吗？好嘞，行了呀，行，塞进去就行。这么容易啊？把那块压上吗？这也太容易了，这个。这个就这样。那我觉得能出来吗？我都有点怀疑了，真的。咱试试吧。试试啊。感觉应该没有问题。我跟你说，哎，你看他安俩板儿，现在我跟您想法差不多了，我觉得他也出不来，是吧？我觉得也是，这有点太简单了，那个。行，咱看看，能出来吗？看看吧，我感觉应该够呛能出来。啊，你觉得没戏是吗？我给你试试。行，我俩在边看看，看看到底好不好使。行。行，我开了哈，开吧。没想到记者和围观的群众都不相信刘华强的脱困器能成功，那么这一次他能证明自己吗？你就是能出来吗？你觉得行，应该没问题。没问题是吗？没问题。这么有信心啊？有信心。为什么呢？我对我的发明有信心。有信心是吧？有信心。行，那就祝你成功啊。行，谢谢。行，试试啊。能不能出来啊？好，试试。好，加油啊。小点。
行吗？怎么出不来呢？行吗？哎呦妈呀，怎么回事？怎么了？油门小点，脑袋大点。行，再试试。哎，有事情。快点。您觉得它能出来吗？为什么呢？它那不是支住了，它陷不进去啊。还是这个道理啊。您能看明白它的原理是吧？啊，这过来这个圈再幅度再稍微小一点，多长一点啊，它就不用那个力量，就是小了就。那您觉得它一会儿能出来吗？能出来，我觉得应该能出来。可以是吧？现在正好给带外开始评论了嘛。行，那看看。好，来吧。几位围观的群众都认为刘华强能成功，那么结果究竟如何呢？哎，在最后一刻，刘华强的脱困器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成功将汽车脱困，并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掌声。好，不错不错啊！好，出来了啊！出来了，还行啊。还行，出乎我跟他的意料，我俩都觉得出不来，还真出来了，出来了。唐老师，您瞧这个脱困器啊，这一次的实验就成功了。那我想知道它的奥秘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呢，它把这个臂的形状变了，原来是一个直臂啊，现在呢，它改成一个弧状的了。另外，它在脱困的过程当中，他把下边也垫了一块木板。对，这个木板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个木板呢，可以使这个臂呢能够跟木板接，产生较大的力。嗯，有了这个力呢，这个车就能向上走，并且他把这个臂呢做成这样一种弧形的呢，像一个铲子一样。对，这个力呢也容易用上，所以这个脱困器就起作用了。嗯，所以你看，我们的发明人是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琢磨，最终找到了一个突破点。你看这次的发明设计就非常非常的成功。咱们接着往下再看。你觉得刚才你费劲吗？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咱们挖的实在是太深了，正常应该没有这么费劲。啊、是吧？这简直都托底了，你看也看到那个。哦，哎呦，真的是啊！你看那整个车机盖子那个都给压出来了啊，印儿。大梁全砸了啊！真的是啊！你看这儿，哎，这个地方力量太大了，真的是。你这个地方，那最后这结果还是挺成功的。还行，那你还出来了是吧？出来了，啊，赢过了。那您觉得他怎么样呢？你刚才我看您这看半天，我觉得是出来的速度有点慢。慢、嗯、啊？你觉得慢是吗？对。那你觉得多快算快呢？我觉得找人推应该能快一些吧。啊，让人推你觉得能快？要不的话用我的车试一下吧。你想跟他试试啊？对，看这快一下是意思吗？啊，我看这还有人跟那想跟你挑战一下呢。行，咱比一比试试。行吧，那就来个比赛。好，挖四个坑。行，行吧，行，让车开进去，挖坑试试。那你说您能比他快吗？那肯定。为什么呢？我对这个发明非常有信心，是吧？对。行，那就试试。咱看看吧。行吧，看吧。行，是吧？那把您车开过来吧。走。一直在一旁不服气的这位小伙子决定和刘华强比试比试，看样子挑战者来势汹汹。好了，来吧，挖坑吧，一人挖俩坑，哈哈，挖吧。你挖现在有多少厘米了？差不多15-20，你再挖深点儿，有点浅，你再挖深点儿没事。挑战者和刘华强分别在车前挖两个相同大小的沙坑，这次比试究竟谁会更胜一筹？刘华强能经受住第二次考验吗？来，我给你们量量坑啊，看一样不一样啊。先量你这个。量量，看我这个多少？啊，是有尺啊，有尺的是吧？是男尺的。尺子，你看一下，应该是在30左右吧。30厘米啊，差不多。行，差不多。看他那边那个，他这边也是30啊，他这边也是30啊。啊，对。他的底盘低哈。对。你觉得行吗？这个？应该差不多了。什么的？应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是吧？行，咱试试。咱这坑啊，我看也挖好了，一边呢这个两个坑，
是吧？对，咱这么着，就是你们把车都开进这坑里边，啊，然后呢，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方法，然后开出来。行。然后我给你们计时间，然后看谁呢先出来。可以。行不行？行吗？行，可以。行吧，行，那我给你们计时间吧，好吗？行吧，那都上车吧，待会儿听我口令，来。两位都自信满满的上了车，看这架势都抱着必胜的心态，面对眼前又大又深的沙坑，双方更是无所畏惧。来，准备啊，三二一，进坑，走。走，给油。好，进来了。哦，好了。不行不行，出不来啊！出不来。那怎么办呀？我自己挖吧。挖坑啊！挖坑试试吧。行。来试，先自己试试，不行，是不是也是那干转了？出不来就托底了。托底的话，那就是还是用您那脱坑器吧。快点。这会儿功夫，挑战者已经开始挖轮胎周围的沙子了。他想通过降低轮胎周围沙地的高度来帮助汽车脱困。现在已经过去五分钟了啊。行，快点啊，现在这已经过去一分钟了。而刘华强也开始了脱困器的安装，两个人快马加鞭，都想率先脱困。害怕不够深是吧？火都挖这么多了，你这是今天就是只能挖坑出来是吧？对，应该我明天挖坑出来吧。行，那试试啊。他里边用他那脱困器了。眼看刘华强左边的脱困器安装完成，挑战者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的尝试。次尝试之后发现并没有效果，挑战者马上下车继续挖沙子。对，这我应该挖能出来吧。行，那试试啊。好了，再试试啊。再试试吧。行。还是不行，那还得挖。挑战者再一次尝试依然失败了，他只好下车继续挖沙子，看起来有些疲惫。而此时刘华强的脱困器即将安装完成。您这现在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已经过二十分钟了。出不来了。出不来是吗？太累了，坑都快我坑都快给拉没了。对，那为什么出不来啊？就是沙子太软了吧？太软了是吗？摩擦力不行。那怎么办现在？没办法了，看着他的怎么样了？看他那是吧？对。他这边都弄好了，我看适合了。怎么着，弄好了？好了，试试吧。刘华强
强的脱困器表现得非常完美，汽车一瞬间脱困成功。嗯，不是，你那够快的啊，基本上就一下就出来了啊。行，咱这都肯定没问题，是不是啊？来来，看看那个来，怎么都能这么有劲儿呢？一下就出来了。咱们这个发力点是从这个轴的中心开始发力，对扭矩要求不大，然后它就是慢慢的、非常线性的把这个轱辘就给举升起来了，然后从里边跳出来了。你怎么样？你就是它这个这回？服了还，觉得挺厉害的，挺厉害是吧？那您那个能安在三轮车上面用吗？安不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轮毂不一样，这个得定做。哦，轮毂不一样。啊，这个大小不一样。那三轮车你怎么办呀？三轮车？我帮他拖出来呗。拉出来是吗？我找车拖出来。行吧，那就只能拉出来了。行吧，我看挺快的，刚才也就是用了几秒钟吧，20分钟，然后20分钟你安装，对，安装，然后出就基本上就一瞬间就出来了，一下就出来。对，是不是？您那个挖了20分钟也出不完。对，是吧？厉害了，还是吧？对，行吧，那你们给他拉出来吧。行，找个车，我找个车吧，是吧？把他拖出来。啊，行吧，行。由于刘华强的汽车脱困器需要针对不同轮毂进行定做，因此只好使用最传统的拖车方法，将挑战者的汽车拖出。而在这一次的比赛中，刘华强的汽车脱困器在沙地中成功脱困，并且非常迅速，赢得了在场所有人的认可。好，出来了。发明人刘华强发明的汽车脱困器经过了三代改进，由第一代的拨片式脱困器，到第二代的摩擦片式脱困器，再到最后第三代的弧形摆臂式脱困器，每一次的失败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每一代失败都给了他继续研发的动力。历经多次的改进，最终得到了一款安装方便、脱困速度快的摆臂式脱困器。发明人制作的这个汽车脱困器，结构上非常小巧，非常便于携带，而且能够这个有效的使这个陷入到沙坑或者是泥地里面的汽车轮胎能够有效的再抓住泥地从里面开出来啊，效果非常好。另外呢，它区别于传统的增加轮胎这个防打滑的这些器械呢，它是可以在这个汽车发生了这个被困于这个泥地或者是沙坑里面之后再去安装，但是呢，它在使用的时候，目前也看到有一些问题，就譬如说这个它，因为这个脱困器它需要工作的时候承受非常大的载荷，所以它的安装固定就要求固定的非常牢靠，所以发明人呢，在这个这种脱困器的跟轮毂的连接结构上呢，它过多的考虑了这个轮毂上面的一些结构，它就需要在很多轮毂是很多点上要去传力，就造成一个问题呢，就是不同形状的轮毂，不同尺寸的轮毂，它就需要采用不同定制的这种汽车脱困器来去实现它脱困的功能。我们希望发明人呢，在这个这个脱困器跟轮毂之间的连接结构上，能够提高这个脱困器的适应性，在不同的轮毂上都能够有效的传递这么大的载荷，实现固定，这样的话提高它的通用性。祝贺我们的发明人刘华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联络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登录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好，再一次谢谢彭老师，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科教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是丁欣，下期再见。它是一种大众熟知的小吃，白润透亮，麻辣酸爽。它是一台纯机械带动的机器，出皮完整，厚薄一致，传统手工与机器的较量，谁能更胜一筹？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出凉皮儿记。凉皮儿美味好吃，可传统手工制作，蒸汽氤氲，温度高，湿度大。
发明人发明机器来帮忙，自动上浆，自动蒸熟，做出来的凉皮儿薄透圆润，厚薄一致，速度惊人。机器能否完美代替手工，制作美味凉皮儿？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出凉皮儿记。